大家伙你特清凉，几个窝赖着我出屋臭臭收拾收拾吧，一赖样的刺片都长出嘴翘起来，要给我吓得不敢往屋进，都不敢着，一开门一咣当呼啦呼啦往爹掉，你瞅我这能一盒了，这么这手都找出这一块拿一块往爹掉，要捂都捂不住，我都可担心，要是赖着屋都不安全，我就说给这个瓷片给他掀掀掀掉，光剩这个墙头了，不敢着。叫二叫二柱给我二柱下来，叫我给我扶条都不敢扶。你瞅，这样，这都是这我从哪儿接过来的，都是一着呼啦呼啦敢掉，要叫捂不住，捂住要给收咋一些。这放着这菜几年了，这菜几年呢？比如说二柱的麻子放人家就是酒，我说这菜是到老放几年了，看这样都不能偷工减料，不管他啥东西都不能偷工减料。这可能那时候这是想着四面的时候没有给他弄墙角，光找水泥给他沾沾，大准备这菜几年了，五年了六年了，墙角整个脱掉完了，想了四面，你说要这一招呼啦呼啦乱叫，都不让阁楼了。那么要张望无尽，哎呦，你这样捂住点，你又该掉。你瞅呗，这咋这人儿要不敢掉，这还都不敢掉，掉都往这无尽，你紧吗？你就得着掉。哎，你别掀，别掀，又得掀。又掀到这儿掉了。哪个？那一整的，我一掉掉了哪？这全部掉完了，记录了，要不记录了，不中了，要不给他要刀掉多了，这瓷片也没要了，中了，这回中啊，这扶不住要。行行行行，就找哪鬼，想想想，你想想。我给他刀掉是咋弄？一块儿一块儿接。慢慢接，慢慢拿。你要不打了一块瓷片，好几十。这好弄，就是说。你先来两个，对。第二个。你负责的，第二个是要挂。这一轮第二个掉的哪个？不中了。你负责哪个？你别掉手。不中了，你负责。第二个，你负第二个。不行。不是剪刀了吗？不是，剪刀往这写干啥？还要啊，不是。还要啊。行，你别出来，这刀吧，这不还是。你在再拿，你不再弄了啊？你给我拿了，我不刀了吗？刀了。给他拔，给他拔一门啊。这都不敢找，一找就找不着了。第二的碎片就碎了。你先看一肚再说吧。拔一只啊。这朝哪儿啊？这儿，这点儿。这哪儿？弄了呢，给我嘞。我看到没？推到中间。你落地也碎了，落地上还不碎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让你骗！都说阿妈不都说了，这是个脆，这是个薄的铁皮。嗯。来吧。这都歪了，你不捞住吗？我捞不着。哎，你看我让看看这。这人家不中了，这人不管了，跟不掉。先完了，先完这个空了，这摸都摸了喽。那你们这闲不闲？啊，不闲，怎么闲？溜着吧。掉是必须得能掉，因为它非常不安全，全部都是给上落住的。要不是那个火儿起来，今天我这一招呼啦呼啦乱掉。嗯。这地是哪个方？是外头的。要你找我们要用吊刀弄完，叫你要刷刀不弄吗？我说对的，你得能掉啊，你怎么掉不安全？他自己掉呼啦啦的，那不咋办呀？那他自己掉了，扑啦扑啦。一掀掉一片，这咋
解释弄了是？不解释。你脚也在那弄弄。没有要刷了，我墙贴瓷片的。墙瓷片刷不动啊。啊，一刷都动了，咱们找那个找白了。哎呀。拖不住，你别着了，就没有脚印了。不着样，不敢进屋。要来发脚印呢？要发。哎，就是显眼弄多了，病少了。别显，脚不爱着吧？脚不爱着，脚应该没事。墙都这样了，脚是直接的是顶啊。脚是掉了顶，应该是。爷爷，我买个电磁炉，买个电饭锅，买个空气炸锅。我说当面冬天时候给这屋直播，是不是有空调啥的不能了吗？给我几个回来知道知道吧。一进屋一开门，呼啦呼啦乱掉。这叫我也又给点弄了，弄一盒也没弄完。今儿说先不弄了，给东西先弄完呀。明个上午回来给这屋给它瓷片全部给它拔掉完，一个都不留。